后面减速不能自己决定的灌装机，只能装到这里，就不能往上装了。如果想装满一点，就必须把前面的速度给调慢，如果不调慢的话，它就会冲出来。前面调慢的话，速度就变慢了，效率就降低了。我们机器可以设成三段，从这里开始慢速装，这里再最慢，如果有轻微泡沫，这里可以停一下，泡沫消了再装完，可以装到瓶口。同行的机器稍微有点泡沫就会满出来，我们这个有停一下功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前面快速灌装，到这里变慢，然后后面更慢，可以设置停一下。现在试一下中间停的功能，前面很快，然后开始减速，然后停，停完之后再装。这个是过滤网，直接塞进去卡住，不要喷到外壳，